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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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迎上净下空老和尚进入会场。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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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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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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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问讯。
陀师父上人牌位相片设立恭请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法会会场，现在安慰仪式已经完成，等一下大众在会场念佛，弟子悟道有30分钟跟大家讲话。以上向师父上人报告，祈请师父上人慈悲加持今天的法会圆满。今天30系念恭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大和尚莅临主法，祈请师父上人慈悲加持，让参与法会现场全体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都能够同沾法益，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拜。起，拜，起，拜，起，问讯，恭送师伯，恭送师父回寮。
放佛号。师叔先走。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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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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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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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大家请坐。
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因为这三年啊，疫情的关系，也停了两年。那么今年这次啊，我们再度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三十系列护国息灾法会。这个因缘啊，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今年7月26日上午凌晨2点往生，在过去。同修都知道，在台北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老和尚啊，他弘法立身的一个起点，也是学佛啊的因缘。都是在台北啊，当年啊跟随老总统到台湾啊当军人啊，住在石牌啊，当时他仰慕台大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想跟他学哲学，所以在方教授家里，一个星期一次啊，星期天9点到11点，单独啊，在他家里小客厅给他上课2小时。给他介绍啊，佛教，啊，原来啊，不信佛教的，啊，透过方教授的介绍啊，他才认识佛教，啊，开始啊接触佛教，接触佛教没多久，就认识当年啊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是密宗的大德。跟他学佛3年，奠定啊学佛的基础，教他呢学看得破放得下，学布施，学持戒。张家大师往生了，那么他在北投啊，有跟他特别做一个火化炉。那个火化炉现在还在北投。那么张家大师往生土坯之后啊，我们老和尚啊，在他这个火化炉旁边搭一个帐篷，住了3天。那么这个3天呢，细细的想一想啊，这个3年呢，大师教他什么？到最后啊，一个结论就是教布施持戒，特别对持戒啊，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每一次去啊，亲近，也是一个星期啊，去一次。
那么要离开，大师都会轻轻地给他提醒一句，戒律很重要。所以他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那么也就是张家大师呢教他三年啊，教他学布施学持戒。这个六度啊，前面啊布施持戒。后来到台中慈光图书馆亲近雪庐老人学习经教。那么当时也跟唱功啊住茅棚住了三年不是三年半年。到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学经教学了十年。那么学了十年之后啊一出家就到台北来佛学院啊讲经上课。那么可以说我们净老和尚呢他弘法的因缘啊是在北部。那么这一次啊我们老上的往生是在台南极乐寺。这个也是一个因缘。我们师父上人呢他从大陆到台湾来啊在高雄下船第一站他住的地方就是台南火车站旁边啊日本啊时期啊留下来的一个军营住在那里。就是说他从大陆到台湾啊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台南。那么往生也是在台南。那么当时悟道也是想啊我们老上在台南极乐寺往生啊他的后事总是在台南当地办啊比较方便。所以就没有考虑到其他地方。因为在那边往生的嘛。总是啊在那边办当然是最方便的。那后来我们大家呢这个讨论那极乐寺的这个同修啊找悟道去啊商量啊那怎么办那当时啊我就想到先不要急着要怎么办我们先念佛49天先搭个灵堂那么给海内外同修比较有足够的时间要来现场祭拜比较有时间但是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还没有解除在政府还是有很多限制没有开放给外国人进来那么在台湾这个地方目前还是有一些限制因此有很多海外的同修只能看我们网络的直播不能到现场所以49天大家比较有一个时间来预备因为我们净老和尚他一生对佛教特别是净宗在晚年专修专弘大经科注对净宗的奉献对佛教
过去也讲了很多大经大论，啊，可以说对于各宗各派都有一定的奉献。特别介绍啊佛教，啊，出了一本书《认识佛教》，啊，所以对佛教的这个弘扬啊，净宗的弘扬有很大的贡献了，啊。另外还有其他宗教了，啊，多元宗教。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啊，也建立啊校长啊办这个宗教学院，现在也开始办了。除了办汉学院之外啊，还有办这个宗教学院，团结宗教。提倡啊宗教教育，另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晚年这些年呢，极力的提倡呼吁啊，大家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个根。另外一部典籍就是《群书治要》，这是唐朝啊，唐太宗啊命他的大臣魏征召集啊当代有道德学问的人啊来编辑的。后来在马来西亚汉学院呐，这些老师学生呐，我们老上指导啊，把它截录360，《群书治要》360，就是一年呐365天，一天学一条。现在呢，已经变到第四册了，那每一册都360条。这个是提倡啊。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是不遗余力的，一直到往生，都还极力的在提倡，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的对佛教、对多元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个奉献。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奉献，因此啊，他的后世，当然啊，我们也不敢草草率率的去处理啊。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佛教界啊，也很多长老也都往生了。像前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良长老，了宗长老也都往生了，净心长老也都往生了。那么这些长老，他们都有明确交代后事。像净良长老啊，那他什么都不办了，连我想去跟他上个香啊。他的徒弟都说不用他们实务交代就不麻烦人他的弟子依教奉行他说只要跟他念观音菩萨就好那么每一个长老他有明确交代他的后事当然弟子依教奉行。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生前他没有明确交代他这个后事怎么办曾经有居士问到我们师父了说师父你往生之后要怎么办呢那么
当时我们师父上人跟他回答，他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呢。因此啊，我们老上往生了，那当然啊，那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弟子的责任啊，要来处理他老人家的后事了。那么当然啊，有比较简单的仪式，那么也有比较隆重的。那么在我们佛教啊，最隆重的就是涂皮赞颂啊，赞颂法会啊。那么这个是对佛教长老啊最高的一个礼敬了。所以我们老上啊，他也不是说只有一个道场的师父了啊，可以说是全球一切众生的师父了，那当然啊，是我们佛教的长老了。那么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啊，恭请中国佛教会来给我们师父上人办后事。那么这个因缘啊，也是这个花莲县啊，徐县长啊，还有他先生傅立伟啊，也是花莲前县长。他们夫妻两个啊，到台南极乐寺啊，去给我们师父上人上香。他们夫妇啊，对我们老上非常恭敬。在他的灵柩旁边呐、啊，坐了念了半个小时的佛，然后啊，口中念念有词了，一直在祷告。那他离开之后啊。那么我们就送他们两位啊，到附近的一个自助自助餐呐、啊，吃个晚餐。那么人啊，这个来给我们师父上香念佛啊，我们总是要跟人家回礼。那么吃一个简单的便餐。那这个钱还是他出的啊，那我只是去跟他们吃饭啊。那当时啊，傅立伟啊，就给我建议啊，他说老上他是佛教界的长老了，是属于整个佛教的啊，所以老上的后事啊，应该啊，请这个中国佛教会啊，来为他办。当时他就打电话给。净耀大和尚了，那么他就讲了啊，你就直接请他帮老上办后事就好了。后来我说呢，这个事情啊，我还是要回去极乐寺啊，跟大家开开会啊，商量商量啊，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后来我回到极乐寺啊。跟悟行法师啊，及我们极乐寺啊相关的执事大德啊，大家一起开会，也得到了共识啊，觉得啊，我们师父上人呐、啊，礼请中国佛教会来主办呐、啊，这个是很适合的啊，因此啊，我们就去礼请啊，中国佛教会啊。来给我们老上啊办这个涂皮，那么前面这个涂皮的仪式已经圆满了，那后面呢还有一个赞颂会啊，9月29号在林口体育馆。那么当时啊，我是想通通在台南办比较方便啊，但是。原来都协调好了，都在台南办啊。但是后来啊，极乐寺方面呢、啊，同修啊，这些相关执事的大德啊，觉得啊，都同时在台南办啊，恐怕时间太长啊，而且场地啊也受到限制
怕人多，场地不够，无法疏散。啊，后来再调整啊，分两个阶段啊，就是土坯在台南举行，赞颂会在台北举行。那后来我想一想啊，这个或许是我们老和尚啊，他冥冥当中的安排。啊，因为呢，他到台湾第一站到台南，啊，在台南往生了，啊，他弘法的因缘都在台北，那么他也根据他在世啊做人处事的态度，他总是啊要到北部来啊，跟诸位同修告假了。啊，他到西方去了，啊，所以这个一切似乎冥冥当中，我们师父上人呐，他老人家在安排，在加持。那么今天啊，这个法会啊，也是因为啊，赞颂会要在北部办。那么土坯当天，这个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修一法师啊，那么他们就帮忙啊捡这个骨灰啊，还有舍利花。那么他挑了一个啊，放在这个水晶玻璃瓶啊，那当场啊，那就交给我啊，要我请到台北来啊，这个赞颂会啊，就用这个。一个代表性的来办这个赞颂会，所以请这个舍利到台北。我们在赞颂会之前啊，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啊，先给我们楼上啊啊做一场三十系念啊，因为这个三十系念啊，也是我们楼上在生前啊他提倡的。特别在他的家乡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师啊，首先呢、啊、提倡啊百七系列护国喜斋法会，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在赞颂会之前，那我们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啊，过去我们做护国喜斋三十系列法会的这个国际会议中心呐、啊，来为他老人家。举办一场系列法会，啊，来恭送他老人家到西方净土。那么这次的法会啊，我们还是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大和尚来主法，啊，所以今天主法是净耀大和尚。那么悟道呢是法眷，那我们众弟子啊，这个。是斋主了啊，所以今天我不是主法啊，我是法眷啊，就像我们世俗啊，这个父母过世啊，孝男孝女了啊，那就不是主法。今天呢，啊，这不一样。这里啊，跟大家啊，大概啊，报告这个因缘。那么这里。我们有出版一个追思纪念册啊，这个在一楼啊，啊那边呢、啊，跟大家结缘啊。那大家呢，如果要回去呀、啊，啊，大家可以请一本回去呀、啊、做纪念啊。另外呢，啊，有这个倒影的啊，这个插在电脑的啊，这个也可以请用回去啊，这个是影像的。大家回去呀、啊，啊，请回去做纪念，啊，那你请回去呀、啊，他必定也会得到我们净老和尚的加持，啊，他老人家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加持大家，啊，福慧增长，啊，业障消除，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了。好，那今天，哦，简单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啊，那今天的主法啊，是我们恭请这个上敬下药大和尚啊来主法。
啊，所以悟道啊，以及我们众弟子啊，都是法眷啊，所以等一下维诺啊，这个法师啊，就是恭送我啊，就是恭送法师就好了啊，不要恭送诸法和尚了啊。啊，这一点跟大家报告。好，那么我们就跟大家简单讲到这里。那这个舍利啊，得供大家来瞻仰啊。跟饶上啊，在世的时候没有两样。啊，另外这个舍利子啦、舍利花啊，这些我们都是暂时啊供在台南极乐寺。啊，等到三年后啊，那么看要怎么去分配，目前是暂定这样。啊，那当然啊，我们老上他有一个亲弟弟徐教授还在上海，啊，他也打电话呢，要请骨灰。那这个啊，我们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呀，啊，要等到疫情比较缓和，那么再研究怎么来。提请啊，我们老上骨灰回他家乡，那么这些事情啊，也都是后续啊要去处理的事情，在此也向大家简单报告。重要的还是我们敬老和尚的法身舍利，这个是比较重要。啊，天天呐，在电视上看我们事务上人讲经开示，啊，就如同他老人家在世。没有两样，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曾经对舍利有几次的开示，啊，还是着重在法身舍利，啊，肉身舍利啊是给大家做纪念，啊，是提醒大家的，啊，这个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多听听。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请起。大众礼谢上悟下道大和尚开示，自诚一万信，阿弥陀佛，恭送法师，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恭送师祖，阿弥陀佛。